看看新闻网。北影美妈妈咪呀第二季华丽回归，给我见证了真正的爱情。老公我爱你，我是他的妈妈，我必须要用我的生命去呵护他。哇，你妈妈真的很伟大，很无私的爱。靠劳动吃饭为什么难听呢？妈妈我爱你。北影美妈妈咪呀，做女人就这样。